总有个说法吧。你不就要钱吗？就是钱。把这个给我。给我。不够。要不要？我跟你说，人都有脾气的。多少钱？100。这是现金。这卡里有68万。房子卖掉的钱，我会存在这个存折里。名义小时候的东西，我留了5万，有人追着要，不还不行。不要紧，还有一个明义留给我的东西不能还，我带走了。什么？你不能走！扫把星。